你好像躲上了，我就说怎么在吃泡泡。光眼睛，这很正常，习惯就好。是色多分泌了吗？放心啊，啥都影响不了你睡觉啊。你干嘛？怎么了？你滚过去，我就自然反应就会这样。条件反射，哎，条件反射。好了，不玩了。真不玩了，真不玩了。给乖，飘飘了啊，我们就飘飘了啊。给你来一套提拉紧致手法。好嫩呀 ！OK， 这个吧。是鸡冠子。是不是年轻了至少6岁？这是因为我睡了一觉吧。姐妹们来评评理，这到底是谁的功劳？嗯，又要卸掉今天的美貌了。今天我保证肯定不说话。是要抠的，不然呢？是黑色护肤。
拜。Thank you.